首先接上电源，接上气源，然后打开开关。这是中英文界面，直接点击开机。软管直径不一样，需要更换这个白色的一些配件，然后呢直接把后面的螺丝给拧掉就可以了，然后直接可以拔出来。软管的直径不一样呢，或者长度不一样，需要调节这个管轴的一个尺寸，需要调节这个位置左右。然后呢它的整个高低呀，是直接调节后面这个旋钮。这个是标签的左右，这个是贴标头的上下。